姐妹，让我们再用这首诗歌，从这代到那代，来向神献上一切的敬拜赞美。耶稣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感到有盼望。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一直很希望主你在我们当中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不是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是要带我们进入到你的荣耀。我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问题里面一直打转走不出来。耶稣，当我们愿意在敬拜里面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耶稣放下我们自己进入到你的荣耀，那些捆绑我们自己早就不足见义了。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也引导我们在你面前敬拜，让我们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这里就是神你的荣耀的一个聚集的地方，并且带着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而且我们这个跑是直线的，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让我们不偏行左右，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偏行左右，我们不晓得干什么，是为什么而偏行左右？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是偏行己路，让我们在道路里面知道我的道路应该是怎样。谢谢你，是给我们智慧，然后我们这个智慧建立在敬拜神荣耀里面，单单敬拜你，我们就看得见，我们亲眼见你。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啊，我们能再一次拍手来赞美神，好不好？真的很高兴，在每次的敬拜里面都能够有神的荣耀在这其中，献上感恩呀！真的在神面前，真的是在这荣耀的故事里面哦。好，献上感恩，跟旁边说：“耶稣爱你，主说。”哇，今天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跟大家讲，所以大家要谨慎。OK， 谢谢。好，弟兄姐妹，经过牧师长昨天晚上战战兢兢地跟我讲说，
很多人成群哈，实在是一天背一节，实在是背不起来。啊，后来我回去，主啊，是不是我要悔改？后来我跟大家讲哈，我跟他讲，其实很多圣经节我也没有办法一字不落的背呢，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要大家背圣经是为了什么？是你知道，你知道哪圣经哪里画在哪里，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来找我，来找我。所以我今天把这些圣经列出来是，其实我大概知道圣经这句话在圣经的哪里的什么故事，然后它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也没有办法一字不落的背，但是因为我知道它在哪里，它的用意在哪里，它在被使用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每次念头一闪，就有那一句话，就有那一句话，就有那一句话，哦，好多话都会出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圣经节里面，重点是它的出处，好，然后你可以知道，哇，这个故事在对我们说什么话，然后我马上就可以把这个经文拿出来告诉你，然后你不太熟，因为你知道出处，所以你很快就翻到了，告诉弟兄姐妹说，哎，弟兄姐妹，你看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站起来，哇，弟兄，圣经的话是很重要的哦，好，所以不管怎样的，我们现在改成135才有，一个礼拜三节可以吗？可以耶！ Yeah! 哇，怎么大家好了，一节圣经48小时来消化可以的吧，可以哈。其实我告诉你，你还不是到最后一小时才背哈。好，我弟兄姐妹，所以这三节就一直到下礼拜四了哈。好，弟兄姐妹请记得哦，我为什么要把这几节，因为12章请记得12章是拣选的开始，拣选的看人跟神直接面对面的开始，亚伯拉罕。所以我要叫你，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哦，请注意哦，你把它想，哎，查经一定要把自己放在经文里面，那就是你。我要叫你成为大国，好不好？你要不要？要，对不对？要赐福给你，要不要？叫你的名为大，好不好？不但是这样哦，不但是这样子哦，而且因为你的缘故，你附近的人也要得福，这样好不好？谁喜欢你，他也会得祝福。这对不对？这才是教会，我告诉你，我甚至可以跟你讲，我告诉你，你跟我好，你一定得祝福的。我这真的可以跟你讲这样子哦，因为我好想抓住耶稣，如果你也跟我走，你也会得祝福的。但是哦，一样的，那些攻击你的神必咒诅他，地上万族因为你的缘故都得福。哎，弟兄姐妹，这种祝福你要不要啊？把背起来好不好？啊，背起来好哈，对不对？弟兄姐妹，哎，告诉你，不要跟我讲说好难背，好难背，那么好的东西，那么，哎，弟兄姐妹，一块黄金金砖给你好不好？好不好？你会不会说好重哦，好重，我不要，会不会？不会嘛，对不对？圣经那么好，你会说背不起来哦，不要啦。弟兄姐妹要背起来哦，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要，真是的。然后第二个，这是约瑟的故事，约瑟就可怜，对不？约瑟我们就衰。真的耶稣很衰，你知道吗？不管怎样都被人家害，一直被害，一直被害，害到后来怎么能害？害到后来还变成什么宰相？那我这种打击哈，一直被害，害到后来变成宰相，所以他最后跟他的哥哥说：“今天不是因为你们害我，以至于我被弄到埃及，是神在安排这个过程。所以哈，我神差我在你们前面，为了你们。”没有想到将来的那一天会变成反而拯救你们，所以是为了要救你们，要保全你们，要给你们存留一种，所以你们害我那么多事，其实是神容许的，不是你们害我，乃是神容许的。所以弟兄姐妹，以后如果你就衰，以后你就倒霉，请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这些倒霉的事情是为了10年后神要祝福你，现在有没有？阿们，要背起来哦，弟兄姐妹。以后你碰到有人很衰，你就告诉他说，10年后你就知道，为了今天、明天、后天，10年后
你会发现你真的被祝福，这些是神容许的。好，不要抱怨。好，第三个生命记，摩西对他们说，40年来你们的脚没净，你们脚没有肿，衣服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破。弟兄姐妹，如果每个人都像这样的，百货公司早就倒店了。真的，40年衣服都没有穿破，那弟兄姐妹，这种牌子的衣服在哪里买得到？你只要跟着神，在神的道路里面，你不会失落的，你不会穷的。你要知道，这些日子神好像让你有很多的痛，但是你要知道，紧紧跟随主，神就是在管教你，因为他爱你。他爱你，知道吗？好，弟兄姐妹，很多小孩被妈妈打了以后，妈妈说不管你走了，小孩会不会说走好？谁叫你打我？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弟兄姐妹，小孩子是这样子的哦，所以你要知道，你跟小孩一样的心情，你就知道神管教你是因为他爱你。弟兄姐妹，妈妈带小孩看到那些野孩子在那边打滚哦，好危险哦。妈妈，他们怎么这样子？妈妈会不会说，来，看我来管教他，会不会？他引导会逮鸡，知道吗？弟兄姐妹，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所以神要管教你，所以神管教你，你要说什么？谢谢神，要不要背起来？好，所以这些经文会不会是你的重担？不会哈，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哈。好，我们。就把它当作已经135了，所以我们到礼拜四就背这三节，好不好？好，但是对不起，星期二的要先背。什么哈？好，我们要预备啊，全国教会要预备一个40天的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有人说哈要进食啊，我只要一餐不吃我就快昏倒了哈啊，弟兄姐妹。我们给自己一个挑战，好不好？一个礼拜最少一餐，哦，不要用半夜2点到3点哦，哦，一个礼拜最少一餐，然后那一餐不是不吃饭，是那一餐安静下来跟神祷告。你慢慢就可以了解禁食祷告的意思。禁食祷告一开始会好好饿，但是你会清心，你会在神面前体会。好，那如果你一个礼拜一餐，啊，这样禁食，你会发现禁食祷告的这种感动以后，你可以试试看一个礼拜怎样两餐，哈，弟兄姐妹，40天不是叫你40天不吃饭哦，那这样子你可能完蛋了哈，弟兄姐妹，试试看好不好？那你跟着教会一起来走，每天都有教会一个祷告的一个事项，为国家，为我们的生命，那这个一直到31天之后。我们有全教会的、全台南的、各教会的合一的全球祷告，我们要把这些祷告累积下来，一起来冲刺，为这个国家、为我们的世代来祷告。好，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从现在开始的每一次祷告会，我们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会跟大家讲，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是怎样把台南圣教翻过来的，而这翻过来是要站得很稳的。好，这些故事等一下我们会讲 ，OK。然后我们来看，这是我们全球祷告日的，我们台南圣教会会在前面一直带敬拜，还有献诗，还有敬拜，还有我们的这个是进行曲哈，是我们那个鼓号乐队带所有牧者要一起来祷告，所以其实整个都是我们台南圣教会负责了，但是我们在过程里面希望。能够推出众教会都站出来，众教会都站出来。好，我们要为这个祷告。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下礼拜一我们还会带所有些教会牧师，因为弟兄姐妹，整个台南市的教会合一站起来，然后我们也动员军人团契，然后 CBMC 也会站出来，还有我们的很多都的单位啊，这次校园学员我们要动员他们，我们希望整个台南市的基督徒能够在合一里面看见这国家的使命跟台南市的城门。那欢迎君王降临，不要只是唱个众城门啊，欢迎君王降临啊，唱完以后众城门都买了庙会，我们都没有感觉到。弟兄姐妹，相不相信会翻转？
我相信呢，就相信你就要这样一用神的话来宣告，哈，这个要让大家知道。所以等一下祷告会，你要开始为这些祷告。然后3月31号，我们有个围城计划。那围城计划，我们这一次不一样哦。上次因为一分散，大家就好像势单力薄哈。这一次我们只走永华路，这是安平区的心脏，主动脉。然后这边一队，两边，所以在走的时候看得到对岸也是都是基督徒。我们会动员呼吸教会、安平灵粮堂、葡萄园教会，还有这次希望天桥也能够叫出来哈。这个天桥实在是太特殊了哈。不过我们一定会再去找他哈。还有12时机关，我们会从这边，如果你还有上课啊，来不及，请你4:50到这边。如果你还是来不及的话，请你5:10到这边。我们会从这边一直走，一直走，5:30走到市政府，然后希望能够在市政府做一个集结。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众教会会一起来走，然后一起沿途行走祷告。那我们希望你那一天也很多说，牧师那一天上班补什么上课，对不对？去年也是上班上课啊，每一年遇到事情都会遇到上班上课。弟兄姐妹，但去年上班上课，我们出来了500多人，所以有些弟兄姐妹都不用上班上课，对不对？有些人就真的请假过来了，吓我一跳哈。好，弟兄姐妹，这是让大家能够一起预备心来跟随弟兄姐妹。祷告会就是沙盘推演，知道吗？祷告会就是要预备打仗的，所以我们要预备你的心。好，祷告会不是报告事项。那下礼拜六祷告会，请大家记得，下礼拜六祷告会我们要在7点集合，早上7点。我们要趁那个台南市天气变热之前，赶快来跑一跑哦，弟兄姐妹，因为过年你们吃太多了，这样不行哦。所以我们希望在天气变热之前，然后赶快来有个教会健康路跑。其实哦，我们希望最少能够出来500人，然后我知道大概有450个人是用走的。那大概只有50个人会要跑的哈，不过没有关系哈。来，那我们那一天7点集合，我们会在绕着四湖走2000，大概只有不到三点五公里啦。然后我们会最后8:20就会结束，在教会休息，然后我们会有包子哈，我们会预备包子，还有然后大家在教会预备，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祷告，好不好？这是下礼拜，然后我们每个礼拜9:10就会分军团的祷告，这样守望，希望我们教会的脚步，每一个人不要要死不活的样子，病恹恹的样子，要大家都非常有活力。好，那因为4月开始要很多事情了。好，接下来下礼拜一我们要跟市长对谈，我们邀请牧者来跟市长对谈。有一些事情我们本来跟他谈得很好，但是上礼拜看到市长又去庙里面拿香这样报，可能他会说这个困难啊，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但是到时反正我们会跟他谈话就对了哈。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为这事情，然后我们会推动所有牧者中西区安这次分区，不要分什么长老会、圣教会，我们分区，因为真的做工是分区在做工，不是长老会，不是圣教会，不是浸信会，是一起认领那一块土地。今天我们在谈4世纪的时候，你要知道，从耶稣雅纪一直到4世纪，一个很重要就是分给你的土地不会打，拿不下来，那就是你的问题，知道吗？如果我分给你一块土地，你拿不下来，你就是永远的笨蛋。今天我们把安平区分到这里。如果安平区我拿不下来，我们就对不起神，这不是哪一个教会的问题，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然后下礼拜一晚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我们教会的国事论坛，我们现在都要把那个名称弄得很大，这样才过瘾，叫国事论坛。那我们请牧者、执事、区长、小组长都要到齐。然后我们今年两大策略其实已经动了，不是说那时候才动，但是我们3月5号，包括门训的护照，包括整个教会的教育体系，我们要开始坚持一件事情，坚持计划，就是真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神军队里面的勇士，而且都能够作战，不是挂名牌，
喊口号了，是每个人都能够征战。我们教会希望能够动员三分之一的人都能够是站出来的。所谓三分之一是多少呢？假设我们有1800个常常出现的这样会友，最少600人是能够站出来的。说老实话，我们教会站出来的，一直站出来大概只有200人而已，是200人在重复使用的，那其他是会友。弟兄姐妹，200个大部分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啊。那我你要了解后，我们希望能够动员600人是经常性站出来的。只要600人站出来，教会一定是2000人以上的。我不是讨论人数哦，但是讨论教会的疆界要扩张，一定要成为这时代的故事。所以门徒一定要精准。我们到下礼拜一会讲如何让精准，然后牧人的良善跟先知末，这个先知指末世的，这个不是指讲预言的哦。先知都有时代性的，不要去讨论那个讲预言的，那个有些人都骗人的哈、哦。好，那我们教会第二个产业就是创新产业啊，这个我们执事会已经讲，然后我们希望下礼拜一所有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用我们教会现在有2个 app 是很棒的，帮助你读经，也帮助你在小组同工里面要另外一个这个一个其中是你要用的，希望大家都开始 download 下来 Quizlet，Quiz 就是小考哈、哦，一个 Quizlet。那你会让我们每次背经文都能够变成你的活用的游戏卡或者是单字卡。好，那这个是教会的硬体设备啊。第一个就是明天我们的学生国中高中大学要开始彩绘我们的那个God is love 这几个字哈，都变成新的。我们要让整个教会的硬体，不管要钱不要钱的哈，要脸不要脸的，都会变成丰富的。好，然后我们在逐一你会有看到这些过程哈。好，我们讲那么多 ，OK。今天早上我们那个牧人青草地就从复活节的预备心开始。那复活节的预备心开始，我们要讲十字架，弟兄姐妹，就是这个经文。但是我们今天在祷告会要把它推到整个第二章，很重要，很重要，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因为哥林多教会是所有教会里面最有钱的、最有恩赐的教会，但是是最烂的教会。我再讲一次。哥林多教会是所有教会里面最有钱的，因为他是海港城市，最有钱，恩赐最多了，所以他说恩赐没有不及人的，各方面都很丰富。他丰富到一个地方，恩赐还有各方面都足以分门结党。那分门结党还可以结很多很棒的党，有哪几个党？国民党，还有民进党，还有什么？亚波罗，还有基法，还有什么？保罗，还有什么最大党是什么？基督党。哇、哦、你把基督都拿出来变成你的党，谁能够赢你啊？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是最有钱、恩赐最多、荣耀最多，但是是最烂的一个教会。因为哥林多前书写那么长，就表示他很烂。这个你不行，这个你要注意，这个你要注意，这个人用了那么多的篇幅来指出他里面的问题。弟兄姐妹，哥林多书信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自大。OK， 我以前到你们那边，我从来就不用这高言大志。哎，高言大志有两个字跟我一样哈、哦，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提醒了哈、哦。弟兄姐妹，了解一件事情，了解一件事情，我到你们那边，我知道你们想听的是什么，你们想听的是荣耀的人想要听的是智慧。我的文学，我的理学，我的遗传，我的背景，这个就是荣耀的时候。但是人失败的时候想听的是什么？想听的是神迹。所以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就变成那种模式。但是我告诉你，不管你成功，不管你失败，不管是荣耀，不管你是卑贱的，你来，我告诉你，就是保罗所说的，我告诉你，秘诀是一个完全一样的秘诀。你或成功或失败，秘诀都一样，都是靠着什么？所以我叫你们要背圣经，就是要这样子哈。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够做，知道吗？弟兄姐妹，所以你要在生命里面，不是你很荣耀，也不是你很卑贱。荣耀是骄傲，卑贱也不行啊。
自卑也不行啊。所以你要在一个月只赚10000块，跟一个月赚100万的人都一样，在神面前向神认罪祷告，得到上头来给你们的智慧。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要得着那个神的道路，是10000000买不到了。所以你100万在这条道路你也会荣耀，一个月只赚10000块的在这条道路也会荣耀的，而且荣耀是一样的，要相信。好，弟兄姐妹，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想要说别的，我只要告诉你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故事，就是今天我们要跟他说了。弟兄姐妹，你要圣灵充满，一定要这样，一定要了解，先把自己拿得掉，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说这句话哦。我不想讲你们的以为是智慧，叫你们信，不在乎人智慧，只在乎什么？神的大能。 OK， 现在关键你要思想，要思想，要有智慧哦。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都好了，那我们都是愚拙人哦。神要既然拣选愚拙，他说我们都愚拙人，说我们每个人都笨笨的，好不好？其实神更愿意用智慧的人，但是神所讲的智慧跟人所有智慧是不一样的。神在这关我们也要讲智慧，但是我们不是世上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要将要败完的自人的智慧，也就是那些读很高的、职位很高的、赚很多钱的，我们不是要讲那种智慧。我们所讲的智慧是他们所讲的不及，跟不上我们这种的。不要以为我们不讲那种智慧就表示我们不懂。弟兄姐妹要了解，我们教会的查经是很大的保障。有些人就说台南圣教会查经没水准，我喜欢校园的，我喜欢学院的，我喜欢什么，好像有参加特会就是很厉害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如果要夸我更能够夸，那你叫我那种查经我连准备都不用准备，那些我们背得很熟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带教会的查经，是跪在神面前说，神啊，这些人要粮食，把神的话让我们里面成为生命的供应，从我开始跟破碎。啊，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不是讲那些自以为是有智慧的人，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是神在万事以前，下面就是万事以前，就是创造天地以前。弟兄姐妹，有人说神创造天地很好，但是神搞不清楚，没有想到人犯罪，所以神说：“哎呦，这是别人装高贺啊！既然这样子啊，搞错了怎么办？只好赶出伊甸园。所以本来是伊甸园很好的，那赶出伊甸园，啊，没菜呀，哈，那啊，想不到别的办法，好吧，那再差遣耶稣基督来救他们，看他们能不能回来。”所以十字架是不是弥补的方法？大家了解吗？神啊，如果你一开始就创造不会犯罪的人，那就不需要十字架了。弟兄姐妹请注意，这是万事以前，就是创造天地以前就预定好的旨意，这叫奥秘。我再讲一次，不要把十字架当作好像在弥补。神是用救恩来分别，因为不属，如果你用物质的话，哎呀，太容易了啦！你要创造不会犯罪的人，太容易了啦，太容易了。台湾就有很多加工厂可以做了。按一下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会不会犯罪？你如果要照这种不会犯罪的、很爱你的、不会外遇的，很多，而且不会变老。你要养狗，我告诉你，养那个会嗷嗷嗷嗷嗷嗷，而且不会大便。你可以养那种就好了嘛。但是神把生命给你，你就知道生命是自由意识的，他有自己想要的，那叫尊贵。而神创造人跟万物是不一样的。神创造人是比说万物更好的，但是神把那口气给人，所以他是有灵的活魂。神要活的，但是更要活了以后，我的心思意念愿意不受影响，我只要神拣选，能够破碎自己，让自己在神面前万事以前得荣耀，
请注，我直接讲答案好了。神创造人叫做人，但是神要有一天这被拣选的人跟神一同作王，这叫做荣耀。所以被拣选的人跟有一天神希望他跟神是在一起管理，跟神在一起管理，但是这种人必须要经过审核，必须要忠心良善，所以叫做荣耀。而荣耀是君王，不是只有创造而已哦。好，如果这种人要进来的话，那我们看圣经所说啊，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点。哎，弟兄姐妹，哎，这是智慧哦，这是智慧。首先请大家一定要看上面来，这个你懂，就经文里面都懂了。首先委身，也就是你要破碎你自己，委身要不要，愿不愿意？好，有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愿意，一种不愿意。不要说不愿意啊，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不愿意，多半都是缺乏完全的委身。好了，我愿意啦，好，我愿意当执事，但是我愿意当那个我认为是的执事。我愿意当同工，但是我愿意当那个同工是我的想法而不是你的想法。所以我们的愿意多半是什么？缺乏委身的，缺乏委身的奉献。那这种到后来他的模式会是很世界的模式，因为他的荣耀、他的一个观念、他的一个智慧全部都是来自于管理学，我全部都来自于我所有的学习的模式跟教育模式跟心理学，我才不要听那个什么教牧辅导，我要的是心理辅导。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有世界的模式，然后这种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变成有显明出来的聪明，显明出来聪明。但是我告诉大家，当你不愿意的时候，这个世界模式的这样的教会通常都是无力感的教会，因为都是仁义，都是仁义，通常这种教会都无力感。所以我们都会说一大堆丢了，一大堆那种掌权的那种教会，通常都是很无力感的教会，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打你马来马去，就跟世界没有两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是这种人，这种人会自我会显明，然后他看教会更瞧不起教会，他不知道教会变这样就是因为他的缘故，然后他会更瞧不起这个无力感的教会，他也会瞧不起那些愿意委身的人，因为他们破碎，他们一破碎就不会显明自己，就不会显明。所以现在都没录音，教会也没录音，教会没录音啦，这种人也没录音。像我们就我有读过什么博士，我读过什么，我做过什么，我这世界我什么事也没有做过，世界我很熟的，这种人就自我显明。那他自我显明，他的教会，他所侍奉教会就会世界很世俗。我本来写世俗，因为但是我写世俗，大家就立刻不承认我是那种样子，因为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世俗的。但是你是世界荣耀，就是世俗。这个教会是世俗的话，这种教会都无力感。那个牧师聘牧师来干什么用的，你知道吗？那聘牧师用来骂的，用知道吗？来过瘾用的。你这技术丢了，没办呢，我挂过三个牧师。啊你咧，我挂过五个，二十九。啊你咧，我们教会对第一个牧师全部拢挂走诶，你这搞，弟兄姐妹。我要讲这些事，我不是开玩笑的，我不是开玩笑。我曾经跟杨文德牧师谈过，他很伤心。我亲眼看到牧者长子怎么来骂陈瑞良牧师。牧师长在高耀明牧师的时代是女传道，他亲眼目睹，叫我绝对不要来台南圣教会。我来以后，我认为不会，因为我业绩还不错，没想到建堂的时候我被羞辱到一个地步。我告诉大家，教会无力感就是这样子，牧师是请来又是聘来又骂的，这个就是这种教会不愿意委身。好，我们来讲今天哥林多前书的智慧是什么。你愿意委身的话，第一
你不要再标榜你是博士了，也不要再标榜我以前做过几年的执事，也不要标榜我信主已经几年，也不要标榜我是哪里的董事长，都不要标榜这些，你就是神的门徒，请你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上课。啊，还要去上课哦，门训什么东西啊？哦，啊，那个现在那个在教的那个什么啊？老师哦，高颂和哦，啊，那是被耳下嘞，哦，啊那老师啊是啥？我们要想，并不是说我们谁很厉害，但是你要愿意破碎的时候，我信主那么久，不然我就带我的小组员一起来上课嘛，哦，我小组员不懂，你懂，但是小组员不懂，我就陪他来上课嘛，自己的破碎，这种教会会出现一个你想不到的一个果效，教会的彼此相爱。是合一的故事，只要教会一合一，圣灵就运行在里面了。圣灵运行在里面，你这个愿意破碎自己的人，这个愿意破碎十分，我满满有十分的，我却愿意跟三分的人一起来学习，你就会发现，当圣灵浇灌在当中的时候，你发现如江河的泉水涌流在生命的一千分一万分的荣耀。你才发现你愿意放弃那十分才能够领受一万分。很多时候我十分明明看到那三分，我为什么要屈就在他那里？弟兄姐妹，我也是这样子，我不是屈就，我感谢神啊，我感谢神，我本来就只有三分而已，所以我知道没有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会很珍惜有的感觉，所以我很珍惜圣灵在我里面的所做工作。我还是告诉大家，圣灵绝对不是你那种粗浅的想法，说不是，圣灵不是要叫你这样子，圣灵就好像我在讲一下，但是我也不是否认那个，请大家知道，我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应该很好，你应该听得懂才对哦。一个军人，会涉及我训练过的，我超会，因为我是陆战队里面最这方面是很在行的，我从手枪一直到火焰枪，一直到武林机枪，我全部都是教官，我很清楚的。但是军人很多，我的长官自始至终不拿枪的，他是不是军人？他也是啊，而且战斗力比我还强，因为他按一个按钮，那个雄风飞弹就出来了，所以不一定要拿那个枪啊，谁说一定要拿那个枪？砰砰砰砰砰，很厉害吗？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用砰砰砰，比你还厉害。所以这个都是恩赐。但是我要说另一方面，会拿枪的一定是军人吗？还有哪种人会拿枪？黑道，还有流氓。我告诉你，会变变变，很多都不是真的，很多都不是真的。我敢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训练班我都听过，而且明着说，我教你，先从舌头开始，用讲，我告诉你，这种东西不要用学的，神随己意给你以后，你也不能自夸，照着你的软弱。给你需要，好，弟兄姐妹，你自己破碎以后，你会发现生命教会非常容易合一，一合以后，教会变成一个使命感的教会，而这个教会有使命感以后，向着标杆直跑，这种人哈，羡慕这种教会，他会骂这个牧师说：“你看看人家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却不知道他教会这样是他害的。我常常遇到。这种只是在骂他的牧师，你不会学习台南圣教会啊。弟兄姐妹，我真的答案是还好我们教会没有你这种只是。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了解的话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搞清楚。有权有位没有一个搞清楚。他们若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荣耀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我哪有？你当然没有。耶稣在2000年，你当然不会把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你已经钉了十几个牧师在十字架上了。
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在生命里面，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自夸。我觉得在生命里面，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一直把先知杀害，然后最后再修筑那个先知的坟墓，然后再说如果是我就不会像我的列祖列宗这样杀害先知。其实这些人都是神说他们有祸了。所以我常常想到布农部落白牧师，他常告诉我，每次去都会告诉我这样说，像说这些话，你们如果是爱我的话啊，就不要骂我，你就现在我活着的时候来爱我嘛，我活着的时候不要爱我，然后在这个当中把我弄得这样子。弟兄姐妹，哎呀算了，一样。我跟他讲，他为什么跟我讲，其实在生命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当一个牧者活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爱他，我们不知道爱他，羞辱他，然后死的时候来参加安息礼拜，我追念他什么？我不要你追念，不要你追念，我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好好同心。弟兄姐妹，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不是你眼睛看得到，不是这些，不是这些。神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一样的，一个狗跟一个狗跟牛谈恋爱，那个牛说我要把我最好给这只狗，预备好多稻草来给狗吃，这样子狗会说啊高兴，好高兴吗？不会，你根本不是我，你根本不了解我需要什么，更不需要，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你送这个东西给我是让我难过的。所以我们不了解神，我们一直以为做很多事情都不是神所喜悦，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知道。神感动你的时候，神会说我不需要你献燔祭，我不要你献平安祭，我也不要你举手祷告，我也不要你守严肃会，我也不要你做这些事情，因为你处处在生命得罪我，然后再守这些都不是我所要的。我用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回去自己看，这个很重要。以赛亚书从一开始就讲了生命的破碎在哪里。好，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来讲，我们所领受是从神来的开恩要给我们的东西，然后是用圣灵所指教的，不是用我们人能够知道的。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骄傲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昨天我跟一个牧者在谈，他说他去大陆的时候，他跟他的朋友也是在云南啊，哦，然后他跟他的朋友去云南，然后他的朋友是大陆人，然后他们在谈靠工艺品，然后他看工艺品下面写人民币1000块，他那个朋友就很生气，跟那个老板说这种东西1000块，你坑人啊，你坑人啊。哦，他说啊，没有啦，这个是要给台湾同胞看的啦，我们你买的话是翻过来150，我们买是150了啊，给台湾同胞看的是1000块啦。所以台湾同胞是什么包？哎，我们一直在做代包都不知道，很多人包都介绍我们最好的东西要给我们，最好的东西要给我们，这个是世界一直介绍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他们把我们当呆包啊。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了解的，不了解的。弟兄姐妹，以后去大陆买东西，买了价格表翻过来看一下。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好好想，不要以为人家对我们好就是他爱我们。 OK，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有基督的心的人。有基督的心是什么？答案在哪里？答案在第三章，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说。第三章说的是在根基里面的建造，而那建造就是神的家，你建造荣耀，那就是神的家在你里面了，这就是智慧了，这就是智慧了。好，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是这个礼拜主日崇拜第二点跟他讲，弟兄姐妹，好，智慧在这里，智慧在这里。神
其实要给我们就是磐石。你是从罪恶里面被拉出来的，就是教会，在磐石上，用意就是教会。就回到刚才拣选里面所说，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教会就是这样子。当你愿意在神面前分别出来的时候，神在万事以前为你所存留的就是教会。这些人要集合在一起，让圣灵一起充满，一起浇灌，一起联合，一起合一，一起运行，就是这些人我要运行在他们当中。就好像我们要求事业号全球祷告的时候，所有众教会在一起，圣灵运行在当中，大家合一，彼此相爱。要不然这世代都看不起基督徒，因为吵闹是你们基督徒自己在吵的，连一个同印的议题也是教会跟教会在吵，那你们有什么好争的？在教会里面同一个教会分成五六党，那基金会跟长老会圣教会又不合，那这样子，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有权有势的人就看不起教会。我们求主能够保守，向神祷告，好不好？向神祷告，合一的灵要在我们当中，而你要得到神从上头来的祝福。神要的是教会，要把这一切建立在教会上面。神跟亚伯拉罕拣选的话语在这里都出现了，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凡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就捆绑他，凡在地上所释放我要释放他。弟兄姐妹，在神的拣选里面，他要人成为他的好朋友，了解他，与神亲近。要在之前请你破碎你自己，除掉你一切的罪，生命里面不要让世界的情欲、钱财还有凶恶来捆绑你。好，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次祷告会，我们从今天开始改变，我们还是会欢迎大家来到前面来为你祷告啊。但是我们会分成两种，我们为你祝福祷告，你领受生命的差遣，祷告完就回去，这是你的脚步，你自己跟自己负责。第二个，真的要需要传道人为你按手祷告，留下来。那你真的需要你病有生病或者很特别的留下来，其他的在呼召的部分你就可以先回去，就可以回去。所以我们不用那么多，我们会很节省时间。一方面时间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希望有一件事情，你相信神在你身上的一个拣选，你也相信这是机会，你也相信这是神在你身上的托付，你更相信这是智慧要临到你身上。我每个礼拜六都好期待祷告会，因为我知道神浇灌荣耀在这其中，你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希望三月每个礼拜的祷告会，你把你的小组员带来，好不好？让他有机会经历圣灵，让他有机会经历拣选，让他有机会在生命里面做一个分别出来。我们这一生活的日子不多，活的日子不多，我更是如此。所以我跟神祷告，我向着标杆直跑。我当传道人来台南的时候32岁，我那时候看60岁的，哎呦，那叫老。现在我也是60几岁了，所以人之将死，其言也怎样？你要相信我讲的话，一定是为你好，一定是为你好。我希望在生命里面把握最后一次，我们请牧者上来，我们求主能够保守。当我们在故事在行走的时候，我们等一下邀请你上来的时候，我们会为你祷告。祷告完以后，真的要需要有人为你按手祷告，再继续留下来，其他可以先回到座位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等一下我们呼召的感觉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你的脚步，你自己跟神，并不是说每个都要按手，但是我为你祷告，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起立。弟兄姐妹，祷告会里面，我都知道圣灵在做工，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你需要特别按手祷告，你也都出来，但是我们会祷告完会请其他先回去，真的需要爱为你按手祷告继续留着。
弟兄姐妹，属灵的智慧要临到你身上，属灵的感动要临到你身上，而你要得到万事以前神在拣选里面的智慧跟荣耀要临到你身上。你愿意的话，你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你愿意的话，通通拿着到前面来。我们每次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台南是在变，教会也在变，也就是机会，你必须要走在所有变化的前面，你不要走在变化的后面，你要走在变化，做变化的前面。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我愿意你在神面前来看见神的浇灌在你生命里面。我求主能够保守我们每个人，开口为自己祷告，把自己奉献给神。
把我们良善的心思给我们，让我们来对待我们的妻子，对待我们的丈夫，对待我们的儿女，对待我们的小组员，这一切的事情要看到我们将会是神的仆人和见证人，是神荣耀的一个见证人，献上感恩，把所有在你前一起的献上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